潮流就穿 No. 1，做自己的 No. 1。本节目由潮流服饰品牌 No. 1独家冠名播出。上芒果 TV 搜跳地同款购学长同款，领惊喜福利。用动感地带芒果卡解锁青春学长专属视频彩铃，让通话前的等待更心动。来看一下今天游学报告。从上海到樟木的318国道 A， 穿越了我国三种主要气候区。有可能对。B， 跨越了我国地势的三级阶梯。有可能对。C， 通过了我国三大自然地理分布。有可能对。D， 有可能对。对，对，的确是没什么问题。两个垭口。啥子？剪子湾山是哪儿啊？不知道。连线题：松茸、牛杆菌、猴头菇、华子菇，认识不？认识啊。牛杆，你认识？你认识？早认识了，老铁。这什么？这是个牛杆菌。这为什么是牛杆菌？它长得不像猴头吗？那它长得不像牛杆菌吗？而且滑滑溜溜的，不是华子菇吗？那个我还说实话，它还真有点，你在菜市场可能认得出来，洗太干净了，反而认不出来了。对，它这个图片太精致了。我们还要拍一张包含全程景色的大合照。全程景。然后还要俯拍一张天路18弯的照片，还要两张趣味大合照。哎，太简单了。太简单了。太简单了。So easy。没毛病啊。出发，走。我们走了，哥，走了，杰哥，拜拜，拜拜，谢谢老板，下次来吧，拜拜。哎，我真的，我感觉今天早上起来神清气爽，是不是？真的假的？真的，我们俩吸了一晚上羊。
坐哪儿呢？那你坐副驾驶。小易，小易，调节方向盘。小易，小易，播放一首蒲熠星的《宇宙情歌》。明白。哦，神清气爽，出发，来西哥。他这个车还挺好控制的，天气真的不错。哦，这个是什么？秃鹰？不知道。老鹰。我们现在正在行驶的是248国道，这条路的沿途景观丰富多样，大家可以慢慢欣赏。祝大家一路向上，旅途愉快。第四章，开往午夜的清晨。清晨说：“出发。”午夜说：“回家。”人们不去比较日月的快慢，他们都在围绕自己的节奏旋转。有人很早开始流浪，人生纹理渐渐有了方向。有人决定午后出发，只为晚霞不为抵达。有人骑车上路，上山下海，就心中有数。有人只身徒步，不错过沿途的一草一木。时间是自然的度量衡，不是成长的计算器。别人的快进键、慢放键、暂停键，你都可以视为不见，但自己心跳的鼓点，自己要听见。此刻风景正好，年岁都还未老，哪有什么值得计较。从清晨开往午夜，沿路的每座城池可以是峰顶，也可以是飞叶。恩琪，你昨天晚上知道你昨天晚上说一个梦话，好吓人吗？啊，我还说梦话了。你昨晚说了一个梦话，把我吓得我身上炸汗，我在床上坐了好久。说说说，我说啥了？就是你说你怎么能这么杀他呀？什么什么？啊？假的，你那个梦话给我炸的，我汗都出来了，然后我就坐起来了，然后我坐起来我就把灯打开了，我好吓人。我昨天应该是做梦了，做噩梦来着，我夜里也醒了几次。天哪，又扭扭，别人都熊出没，这里牛出没。我们现在行驶在被称为摄影家的天堂的新都桥。好。漂亮。薰衣草是不是？薰衣草，薰衣草花园。哇，这么大一片薰衣草！我不说我在中国，别人以为我在法国。要不要下车打个卡？哇，薰衣草花园。算了算了。啊，我特别喜欢
开这种东西，就两边全是树啊，然后感觉像一个时空隧道似的。地儿，你想上卫生间了是吧？有一点。二号车，恩琪想上厕所，有的话我们停一下。我们到达下一个卫生间的站点的话，需要30分钟。吉星来祝团圆，跳进地理书的旅行第三季马上回来，盈门喜气到，跳进地理书的旅行第三季马上出发。二号车，恩琪想上厕所，有的话我们停一下。我们到达下一个卫生间的站点的话，需要30分钟。雅江318了，我们现在将正式驶入318国道。休息区了吧？炸了！上厕所。啊！哎呦喂 ！No！ 那个节目，它是刚开始的时候有每个人的个人展示时间吗？有，他们第一期应该是有的。你不是第一期啊？我第一期不在。王子他们应该第一天应该是第一天 solo 舞台，然后第二次合作舞台。恩琪，你现在还试戏没有？有啊，我现在其实之前有聊着的，但是那个往后延了，有一个。是的，是现代还是古装？主要是我以前没拍过古装，所以有点压力，所以想先从小角色试一试。恩琪什么时候出钩？啊？说半年。真的快没半年，真快了。现在到哪个地步了？你先说。我就是，因为我那个曲改了词，词写完了没？词完了。词完了，曲呢？曲还没定完。曲就是改了一点。音录了没？没录啊，我肯定没录。音也没录，完事曲还要改。好，我再跟你说需要两个月。没有，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两个月还是好等的，我们半年都扛过来了。半年前你也是这么说的，词写完了，差不多了，再编曲。上次问你也是这么说的。
我们即将进入雅江县的主城区。雅江县是中国最小的县城之一，由于它的建筑构造也被称为小重庆。小重庆啊，小三城，不会是那个吧？不会是那栋楼吧？应该还没有到主城区。这里也不细，感觉好像真的好像快到了。雅江，就是这，就是这，看有路标了。哦，真有点小重庆了。山上叠的楼，楼上叠的山，山外有山，楼外有楼，山外青山，楼外楼。来吧，我们到了，下车吧。雅江。去哪儿啊？应该往上吧，不是我们要先把那个照片拍了。还爬楼梯？你以为这里只有2800了？下雨了？下雨了吗？没有吧？下了，我也感觉到了。啊？太阳雨吗？哦，下了，还真下了。雅江县城最佳打卡点，打卡，开照。哎，我感觉很多电影都是在这里拍的。拍下来，我真的应该在电影里见过这个景象，三峡好人等等这些小县城。打卡了不？打卡，我们得拍一下自拍。来，走，来三二一，走，三二一 ，Let's go。拍下来了吗？拍呀。我没做好准备。再来一张，再来一张，来一张，太过分了。太过分了，别整！来，举高点，举高点，举高点，咱们斜下方45度嘛。哦，打完卡了，然后要开车去吃饭，是不是？对啊。哇哦，啊，肚子有点饿，有点饿，我得找不住。秒之转转。开到别人家里来了，走，下车了，家人们，下车，吃饭，哦，直接干到别人家里来了，去哪儿啊？啊？你说是里面吗？就是这儿吗？电梯口吧，走，上电梯上去，告诉你说，我们这里其实是12层，你到了7楼，你还要其实是往下走的，可以。1楼直接上7楼，7楼出门还是1楼啊，然后再坐电梯，再上6层，发现还是1层。哦，在这儿。你们好。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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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真的是1楼。里面请，里面请。谢谢。哦，好嘞。来看一下我们的菜单。好，这儿的招牌反正是松茸，是不是？松茸炖土鸡，是不是？我们雅江是中国的松茸之乡。可以。没有带游学报告，是不是？游学报告要干什么？哦，
对，这些是我们送的简介，你们可以直接记一下。而且我们直接拿手机拍照。但是我们只有三个人，我们想再点一些其他菜的话，是不是叫一个小份就行了？对，我们来个这个松茸炖鸡小份。那就这个。对，然后这个松茸刺身，你们现在运气比较好，松茸刚出来。最近有哈？有是吗？来个刺身吗？来嘛。好的。哎呀。来个回锅肉。回锅肉，哎，铁板回锅肉和回锅肉有什么区别啊？铁板回锅肉会更香。那就铁板回锅肉。铁板回锅肉嘛，更香，肯定要更香的。再点点，我要一个，点点素菜嘛，全是肉。娃娃菜啊，小白菜。可以啊，娃娃菜，娃娃菜，娃娃菜，要一个撒娇牛肉丸，要一个撒娇牛肉丸。撒尿牛丸，撒尿牛丸，撒娇牛肉丸，撒娇牛肉丸。撒哥们儿，你真是喜欢撒娇，哎呀，撒娇惯了。先来这些，没毛病。然后米饭。好的。兄弟们要干起来。马上上菜啊！好。来，帅哥，菜还有一会儿再上，我们先吃好，谢谢。看你们长得这么帅，送你们的哦。谢谢谢谢谢谢老板，人美心善。慢慢吃啊，生意兴隆。云顶还是？哪一只？来把手。钱是不是也没拿？没拿。留学报告钱都没拿。收银台不，输人上去拿。好，来收银台不，输人上去拿。谁拿？老布。谁拿？老布。谁拿？布。谁拿？布。哎呀！哎呀！我正好把留学报告拿过来。留学报告还有钱哈。多少钱？那边出去就是城区了哇。老板，这边就是城，那边是城区，是不是？是的，是的，我们这个城区是中国最小的县城。最小的这一条是咱们县城的那种类似主干道吗？对，是不是？是我们的城中心。从这里上去有一个广场，广场每天晚上要载歌载舞的。载歌载舞是哪种啊？广场舞吗？就是本地人的那种歌装舞。哦。其实你晚上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我们马上要赶路。马上要赶路啊？对。那你们第一次来有没有高反呀？高反惨了，昨天早上床都起不来。我来这里十年了，我都有高反。你都有高反？有，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啊。怎么讲？喝可乐。喝可乐，我们就是驾驶喝。哎，对。可乐喝的喝的停不下来。嗯，你们是哪里的？我们是，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但我是四川人。我也四川的。啊，你四川哪儿的？雅安。哦，我是绵阳的。哦，那我们好近哦。还是很近的。嗯，对。老板，我如果想买一些松茸的话，有没有建议啊？有啊，就是比如说松茸，它是可以好保存的吗？松茸不好保存。不好保存，对，我之前有朋友在云南那边，他们也松茸，就是他们上午早晨去采最新鲜的，晚上才来卖。他们说。就是去采的那一刻去削一片，那个生吃是最新鲜的。对啊，刚采完啪直接吃，然后蘸点那个刺身的酱。但是就是不好保存。不是你们长得这么帅是拍电影的吗？他是拍电影的，他是拍电影的。你们长得太帅了。他是拍电影。我们这边都没有这么帅的帅哥。没有，我们都化妆了。我们不化妆也一样。游学报告。游学报告呢？看一下游学报告。可以。滑头锅，回头锅。来，松茸一般生长在缺少植被竞争的环境中，是一种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的珍贵食材。下列关于雅江县松茸生长区土壤的相关表述，正确的是雅江松茸。我看一下，土壤水热条件好，微生物活性强。零溶作用强，有机质分解快。有中间这个是吧？对，这题选 C， 零溶作用较强。哦，对对对对对，因为有机物分解很快，微生物比较丰富，所以有机物含量应该是较少的。对，所以这题选 C 哈。好，记住了哈。菜来喽。哦哦，这么快哦，松茸刺身来了。这个是松茸刺身，一定要新鲜的。一定要新鲜。这个是芥末。你们可以站着吃。好嘞，站着吃不能坐着吃。哇，这个量还是有点大。上松炖鸡啊。好。哦，这么大的那个。
这个开了就可以吃了啊。嗯，好嘞。松茸鲜不鲜？鲜，好吃好吃，还行。铁板回锅肉，撒椒牛丸。对对对。撒椒牛丸，对，撒尿牛丸。吃完以后要撒一下椒。撒椒必须撒。可能给你打折。撒了可以打折，必须打，必须撒。来一个压比九牛就压比九牛就来不了一点，来不了一点。你必须给他来，来不了来不了。这个是烧椒酱。烧椒酱，谢谢，辣椒酱。底下辣芥末很多，没事没事，就要你待会儿直接上头，就要上头的感觉。好像好了是吗？直接下了吗？先下吧。哇，这个铁锅怎么拿铁烧了？哇哇哇！帮我们拿个可乐吧。可乐啊。嗯。哎。嗯。下不得地，兄弟，知道什么意思吧？不知道。下不得地，这不得了。不用不用，妈，头发吗？嗯，你往两边拨，往两边拨。啊。哇。嗯。这得买，多大汗。帮我拿纸巾。哎，这口铁板回锅肉，上次小亮哥、毛振亮哥，嗯，给你们做回锅肉，给我们做回锅肉，哇，嘎嘎巴适，跟我的回锅肉比如何？跟我的回锅肉比如何？那还是不及你。你是以这个大取胜。看来你心里还是有我这个团长，是吧？太可惜了，给他们发个视频。费等太低了。嗯，费了费了。松茸鸡汤兄弟，嘎嘎补。来，来，走一位，走一位，别的不说了啊，给我吃懵了，饱啊，如果要吃到我想去爬一轮再来吃，可以啊，哇哦。我们来猜一下这顿饭多少钱？这个200吗？100多200，这个应该比较贵吧？这个多少钱？168还是多少？168。600块，差不多。行不行，团长？没问题。没问题哈。老板结账，老板。好的。总共消费了767。好。那能少收吗？刚刚你们吃了这个撒尿牛丸，但是你说错了，说成撒娇牛丸，对不对？撒娇，来撒娇！哦，怎么回事？你撒个娇，老板多收3块钱，多收3块钱，我撒个娇，老板多收3块钱，你快撒个娇，快点！四川人很讲究这个的啊，撒完娇给688，一路发。哦，好好好，老板你想听什么？年轻的小姐姐压臂就来，快赶紧！哎呀妈呀，老板您别看我了，我
不好意思，快点，快点，快撒，走，快点。老板贵姓？姓杨。杨。杨姐姐。来来来，来来来。又要到这个环节了，快点，观众朋友们等着呢，观众朋友们现在弹幕已经飘起来了，太尬了，朋友们，机器架的都等冒烟了、哎、这个姚老板就是非常漂亮的这个小姐姐，然后怎么来着，太靠新年感了啊，老板，你别看我，我这边专业演员，是演员。来，你没信念感。演员一天到晚都开始做这个了。来，三二一，别看我，别看我，谁别没看你，所有人都闭眼，摄像老师都闭眼，好吧？三二一，不看你，不看你。雅皮请请请，雅皮请请请，好吧好吧，我接受。哦，好好好好。拿钱啊，掏钱哦，一块掏钱哦。来来来，这里这里。老板给我，我去。二姐，二姐来给你，二姐给你，你去给老板钱，给你。你给老板，你给老板，你留个底，你来。688。谢谢。咱们现在一人先拿2000，好不好？然后揣兜里，完事儿，那跟那几个人说我们没有钱，嗯，合不合理？合理。那我数钱了。我感觉没有那么多了，兄弟。什么什么？没6000了吗？也没，感觉没有6000了。哦，不是，中间是不是被分了一些？本身有10000多块钱。被分了一些？你不是一直在吗？你分了一个，你现在还分？没有没有，两头吃。跟上一个团伙昏章完了，又留到这儿来跟我们昏一轮、啊，你看有没有嘛？肯定有的。有有有哈。剩下的看一下剩多少、啊，就把零钱剩给他们就行了。把零钱剩给他们，来，你一张，我一张，我一张，来。你一张，哎，我一张，就给我250的，给我250的，别搞了，你给我250，你们待那么久了，我待那么久没分到钱啊，没分到钱，没分到钱，没分到钱，你管他们呀，混账的，给我250的，真的是，好离谱啊你们，你跟上一任团长混的时候没分到钱，你关我们这一轮团长有什么？上一轮太公正了，我做团长的时候也没分钱啊，哎。还剩1000这样的。对，我们就骗他们，我们就说经费就只剩这么点了，这一季经费也紧张。可以啊，这就算我们额外的劳务了。我上一季来的时候，管钱的人也跟我说这一季经费紧张。上一季你们已经开始了？没有，上一季我不在，我后面走了。你后面走了，但你前面在啊。我前面在的时候也说经费不好。我这个节目。我是一天好日子没过过呀，是吧？现在终于赶上了，过一回，过一回。我们一人拿2200啊，来嘛，放你这边嘛，放我这边哈，放你这边。你是我们财务管理员，那请你要自己管还是放我这边？给你，给你，都放这儿。别说漏嘴了，谁说漏嘴了，叛徒哈！你就帮我补那钱。我反正上一季来的时候，你们是没有一个人说漏嘴。哼。都说经费很紧张，我现在当我开始做这种事情之后，我意识到我之前有可能上当受骗。没事，火速有钱啊，那火速掏。火老板，火总。不对啊，恩赐，我们还是没有钱，可能后面有一个活动要大钱，要花大钱，到时候我们就说我们每个人掏了2200嘛。就是为了这个节目去贡献一些。不，我们就是每个人要掏2000，我们把这2000掏出来以后，完了让他们掏这2000，我们几个分。反掏，合理了一下。我们就把明天的团长给定了吧。明天的团长，嗯，那就你呗。我唐小舟吧，唐小舟。今天我给唐小舟发信息，他还给我编呢，还给我编呢。他在那演，我昨晚上给他发，我昨晚上给他发微信，我说明儿啥时候到啊？
啊？什么？哦、啊，好好好好，我说你爱演就演吧，我说现在不会是演员啊。然后我说，哎，我都看你到成都机场了啊？什么？你疯了吧？我在成都机场有商务。我说是吗？哦，好吧，别让明天别让我见到你。我说现在一进剧组，这个演技真的是提升了不少。干啥都要演一下。干啥都要演。好，走吧。走吧，出发吧，出发。路上还有很长的路嘞。你们要走了吗？对对对，好，慢走。好嘞，好嘞，慢走。欢迎下次再来我们三姐妹私房菜。好好好，拜拜。谢谢谢谢。走吧。我们先开到那个，先开到。剪子湾嘛，是吧？对，先把那十八弯过了。对对对。十八弯。剪子湾。剪子湾。剪子湾。这个弯啊，它剪子弯。简直了，简直弯。要要要要比静静静嘛。咋吃多了有点发饭晕了。发饭晕了。开始睡。徒步的，你说徒步的他们要走到西藏去那走多久？那骑行的是哦，酷酷的。哎呦，他这里是个啥？咖啡店。咖啡店开在这儿啊，蛮牛的。袁同学，我上次来川西的时候也是，好多那种悬崖边上有那种咖啡车。悬崖边上。对。哦，这里还有咖啡车呗。啊，对，就是这种。山路十八弯。Go, go. 我是等待哪一个不替代，是无尽开，每个人都活该，有清白，就跟时间放开，爱没醒来就被欲望活埋，我是等待哪一个不替代，是无尽开。现在海拔多少米？目前海拔3748米。目前海拔3888米。恭喜大家顺利通过最后一个弯道，平稳开过天路十八弯，目前海拔4000米。刚拐过了山路十八弯。通过了，怎么说？下去搂一眼，看一下，搂搂搂。走了走了，上车。哇，有点冷哦。山路十八弯，弯的道不嘛？那儿哦。哪儿啊？
要去那个地方？去，走吧。八弯。我看，哇，我刚才是这么上来的吗？你太牛了。这个有点像那种五连发卡弯。五连发卡弯。对，直线快不是快，弯道快才是真的快。我的妈呀，我刚才是这么上来的。太牛了，酷酷的。牛牛牛，太牛了。这是巴音布鲁克啊，巴音布鲁克最后的弯道，最后的弯道，太牛了，对，我也太牛了，快快拍，拍拍拍，快快快，快到底是拍他还是拍我？拍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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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几眼啊？这滤镜啊，怎么换？没毛病，没毛病。哦，这边还有被树挡住啊，还有好，那边还有，那边还有。哇，这才是最最多的这个弯道。来拍个合照。来啊，三二，没毛病，没毛病，没毛病，完美。就这样，就这样，走走走，走走走。没有想到这条路的全貌是长这样，被这个全貌给震撼到了。我国的这个实践力量是越来越好，方便了这个地方人们的交通也是非常好。海拔四千米，健步如飞。安全起见，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一位代驾老师进行后面的路程驾驶。好，把大哥放前面。让他到前面坐着，把那蛋蛋也放前面吧。兔哥坐前面，让他抱着蛋哥。放下面，行行行。这瓶是谁的？你的吗？我的我的。来。出发喽！出发，适合放那种公路片。现在，小易，小易，投屏播放电影。好的。播放《九龙城寨之围城》，你就专点付费的。一起来看吧。什么什么片儿？港漫改编的动作电影，动作电影。好的，别别别别别，返回，返回，别再返回了。你瞧瞧，小易小易，播放电影。好的，需要播放第几个呢？下一页。OK。下一页。下一页。下一页，好嘞。熊出没你们看过没有？没有，但没有。我们看个看个。名侦探柯南。说名侦探的时候，我差点哎。会员都没有，也是六分钟。只看了六分钟。没事，我们这么点，我们每个电影都看六分钟，好不好？看我们看六分钟，能不能猜出后面的剧情？我们要推出每个电影只看六分钟，只看六分钟，推出后面的剧情。等一下，我等一下，返回。你看，有没有免费？不要 VIP 就能看的电影？需要播放第几个呢？这都是 VIP。没有 VIP 看什么？免费电影。免费电影，小易小易，免费电影。好的，需要播放第几个呢？播放《猪猪侠之终极决战》。这个是真能看，《猪猪侠》。开始了，开始了。好，返回。惊了，我们今天能不能看这个电影？小易小易，返回，下一页。
小易，小易，播放解剖室灵异事件之男生宿舍。对，这个可以，而且还不用广告。终于看上了，兄弟，终于看上了，国产网大，国产网大，终于看上了，天哪，恐怖网大，拍都没拍过，拍都没拍过，真心想拍，真心想拍网大。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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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得把这个，最好的观影体验。观影体验。有一道非常大的彩虹。哇、哦！彩虹，彩虹，太阳，拍照，拍照。哇！彩虹，好大的彩虹 ，rainbow， rainbow， 彩虹，好美啊！彩虹好大呀。我们前两天也看过一次彩虹，有这么大吗？差不多吧，这第二次。快许愿啊！上次就没许愿。没了。没了。在那边，我往后看，还在呢。哇，你看那个云好大、啊！哇哦，风景是美的。哎呦，这也是到这个，这到哪儿？这礼堂吗？这还是亚丁啊？其实我不知道啊。礼堂，这好像是礼堂。总共有几个人啊？除了我们俩以外，不知道啊。不知道，他们好漂亮啊！哇，那边真的是，真的很漂亮。你走到那个山上面，然后你感觉就跟那个云一样高了。我要拍个照。好漂亮啊！我就是很漂亮。真的很漂亮。我来的路上就觉得很漂亮，都不需要什么摄影技术，感觉。主要是那边天是晴的，背后的那个天是阴的。它那说明风是这么吹的，刚才我们下雨就是那边。哦，真的太美了吧、啊、根本提不动。Sorry。你拿着这个吧。来来来来，两人一起提，两人一起提。这啊，这种啊。这鹅卵石度太难了。行了，胡老师真男人。Hello， 你好。Hello， 你们好。我们是最先到的两个人。Hello，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康林卡娘民宿。康林卡娘。对。你们可以先把行李放在这儿吗？我先放哪儿啊？就放在这儿，待会儿我们帮你们拿，然后我先带你们参观一下我们这边、好。像我们这个房子的话，它这个建筑就是康巴建筑。什么意思呢？康巴地区、有一个地区叫康巴。对，康巴地区、然后它这个外观的话，它就是用天然的那个石块还有泥土建筑而成的。所以这帮人里面谁爱打鼾啊？谁什么？谁爱打鼾？这个谁爱打鼾也影响不到你啊！我就好奇问一下了。我吧，你呀、那我真是问对人了。这边就是小兔准备的房间。哎呦妈！哎呦，
可以歇一会儿。你开始难受了。哎呦，一口气上五楼还是挺喘气儿的啊。啊，不行，一爬楼我操。哦，地暖哎，好舒服。对，有地暖的。有地暖啊。哎，每个房间它都是有地暖的。哦，那这太好了吧。然后这个房间它会会单独带一个露台。到时候你们晚上可以看看星空什么的。希望天气好一点，这边看肯定很爽。因为这边这个海拔高又没有光污染，而那个云层特别稀薄，就能看得特别清楚。等你们还好了，我再带你们去看那个单人房。另一个，对，这里。哇哦。嗯，很温馨哎。嗯，看很漂亮。哇，这边出去就是那一大片山坡。这小衣服也太可爱了吧！怎么会有这种小衣服啊？刚刚你们不是已经看到的那个小兔的娃衣了吗？对。嗯。你们有喜欢的房位的话，就给小兔搭配上对应的娃衣就可以了。哦，还给他搭配呢？对。那我的就是这个，这边感觉挺好。待会儿你们有什么需要的话，你们叫我，我就在那个前台。好，谢谢你，辛苦你了。嗯，没事。好热啊，兄弟。戴帽子的话就会影响他的耳朵，这样子还蛮可爱的。来，你看一下。哎呦，有模有样啊。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不行，又开始痛了。我也得痛了。又开始痛了。哎呀！这有没有喝的呀？我下去喝那个酥油茶。我先换个鞋，换个拖鞋。能不能搞个传送带把我传上去？就千万不要插是啥意思？这个是，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哎，这个是那个，哎，这个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就那个声音卡。他不会千万不要插吗？就插上去过后就可以听得到之前说的声音，对。你找一个，哎，这个好，来听一下。这开了吗？他那个赛季太强了，这个。收音机，你几点几？还有个你。但幸运还没到对的时机。哎，他这个是看着词儿的，拿着手机看着这是看等着。不然他们什么时候到哎？问一问世凯吧。你就打个电话给他。打个电话给世凯。不理我。曹恩齐呢？那曹恩齐呢？曹恩齐。范洛杰，喂，你们多久到了还？
啊？不是，你们难道不应该给我一个？你难道不应该给我们一个 surprise 吗？我们不知道你今天要来，这不是告诉你的吗？好，这不是我们已经很难受了。你们有不舒服吗？你们有感觉？我们已经在这儿待，我个人已经在这儿待三天了，我这是第四天了，我已经是当地人了。我第二天几乎就没事了。哦，那可能说霍老师一会儿比赛跑好不好？50米竞速。哎，我很奇怪啊，你这大腿比你腿短了这么多，也不是短的问题吧？你二姐还谁啊？你那个九州是九州是不是在你旁边？哪有九州啊？没有九州，真没九州。真没九州吗？就我和罗雨桐两个人，我们来了，让你失望了。我们来了过后疯狂吸氧。你们赶紧来吧，来了赶紧吃饭了。哇，现在这个阳光特别好。是，我们也是在路上能看得到。我们二十分钟到。啊，20分钟那挺快的啊，拜拜。20分钟，嗯，拜拜，嗯。得，霍老师给我打电话了，说已经不行了，在那疯狂吸氧。我们还有10分钟抵达民宿。大家可以将目不升起看一看来自礼堂的风景。小姨，我在。升起幕布。好的。天空之城礼堂，喝到了吧？为了庆祝马上到目的地，再开一罐，开一罐来庆祝一下，再来一罐，再整一罐。藏起一会儿来嘲笑你。就是空气啊，氧气这种东西，嗯，你平时根本感受不到它的存在，嗯，但是当你失去它的时候，才后悔莫及。就有一首歌就唱过嘛，叫做有的人说不清哪里好，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我看一下这首歌有没有哈，知道吗？最初的美好。最初的美好。对啊。那是遗失的美好吧？最初的梦想，遗失的美好，你到底要？遗失的美好的。也没有。那你直接点了张韶涵。如果的事只有那种。如果你已经不能控制每天想我一次，如果你因为我而真实。如果你看我爱的电影，听我爱的 CD， 如果你说我们要彼此，我真的没气儿，唱两句就感觉不行了。不行了，这样就得吸氧。如果你决定跟随感觉，为爱勇敢一次，如果你说我们要彼此，我要送你日不落的想念，寄出代表爱的明信片，我要送你日不落的爱恋，心心相惜天在忙前，提醒上你那张我深爱的脸，即使闪电成长谁的从前。欢迎你们来到康林卡娘民宿。到了。啊？有人来了吗？坐了一天的车，都兴奋不起来了。的确是，一点点兴奋都会带来剧烈的头疼。哎，你好。欢迎你们来到康林卡娘民宿。哎，你好，你好。哦，我是这里的管家，我叫静静。静静，哎，你好，你好，管家好。哎呀！你们终于到了呀，行李呢，朋友？我们都懒得理我，我们都懒得理你，我天！我们都是先跟管家打招呼。哎呀！哎呀 ，Hello 啊！哎呀，那人咋了？谁呀？哪个人？你也不吸氧？他吸一路了，他吸了一路。走，进门。
罗一彤在那边吸氧边唱歌，唱一句吸一口，唱一句吸一口，那么热爱音乐啊，太热爱音乐了。他在那儿放的歌。哎，看来九州今天真的没来，还没到。我们好累呀、啊，我们。你们今天干嘛了？坐车，坐车就这么累吗？哎，这什么？为什么拉这么长？哎，他叫蛋蛋，他喜欢听冷笑话，火树，给他讲冷笑话。他特别爱吃听冷笑话。来。谁管你早把刀塔烟和眼眸？这儿的歌可逗了，这儿的歌根本啥也点不到。哇，这个点歌系统太抽象了。胡说，我看你也没高反呢。我高反了，我只是现在已经好了，我吸够了。你看见我们普爷？不行，几天了，一直这样吗？今天第二天。你为啥这么严重啊？看起来你本来感冒了吗？有点感冒，没有完全好。谁能？俗话有没有这样的笔，能画出一双双好了，我好了，的眼睛。我好了，你好了吗？什么？没事，我说我们俩好了。你唱太好了。我说我们俩好了。你们俩好了？好反好了吗？开可贵。你一直在疼吗？你头？你都不疼了？我现在没怎么不怎么疼了。哎，真的唱会儿歌挺好的，让你不自主的要加大呼吸量。这个就好很多。这个啥意思？千万不要插是什么意思？啊？哦，是那个，那是一个新的小玩具。是什么呢？留声卡，随机抽可以放之前的声音。我们刚刚已经听过一遍，他又放了你的歌。又放了我的歌，我还没发歌呢，哪来的我的歌？剩下的几千还不算有几。哎，你现在能复刻一下吗，哥？复刻不了，我要求你了，复刻一下。上次我不在，这真的复刻不了，这就是真正的艺术。下个路口再见吧。我想想，那好漂亮啊！天，是外面就是很漂亮。哇，你看那边的云，那边哇，出去溜溜弯。太漂亮了吧，那边好好看啊。天空之城，礼堂。我们这片天就是。哎呦，我们的这片天是晴朗的一片天啊。你看那个后面，是吧？所以唐六洲是真不来，来吧，那名字都在那儿呢。哎，我觉得九州会来。是吗？会来。为什么？那飞到了他名字。在哪儿啊？有吗？来，我给他把微信发过去。哦、真的有哎。哎呦，我发个消息问问他。我说你什么时候那个什么，他说我在成都，但是我不来礼堂，然后我给他发了照片，我说这杯子在这儿。谁也别理他，一个人都别理他。我说哎，我刚给唐牛说他不来，那你是谁呢？请问你是谁呢？我请问呢，我请问呢。我要去哪儿啊？没有人迎接一下我吗？哇，你看那个云好大、啊、好大呀，无语。哎，那有一个人看着怎么那么鬼鬼祟祟，超绝偷感。哎，等我们在录制，这个朋友等一下，我们在录制。保安，哎，等一下，我们家哎，我们家电视上能看到他演的戏，这是你借吧？应该还没播吧那个时候啊。哎，我们俩来模仿一下，我们俩跟唐六洲的对话。那来，什么时候到啊？到什么呀？
装什么呀？啊，什么呀？你在说什么呀？行了，爱来不来吧？你疯了吧？你疯了吧？我见到他们高反更严重了。这融入太快了吧？也没有一个欢迎我的仪式是吧？你以为会有一很隆重的是吗？完全没有，哥们，大家都你想太多了，多少年朋友了，还整这一套、啊？你想太多了。来，我来，我是今天团长，欢迎舅舅来，我提一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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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提一口，我干了，你们随意。团长这样的话，我就有点不开心了。你怎么说？我刚才见到火树和罗雨桐的时候，你怎么没有这样？对啊，我觉得不能区别对待。挺好挺好，你赶紧进去，我们可以唱歌。咱们进去了，进去了，是啊，进去，吸氧吸氧。咱们是慢综吧？特别慢，这一集必须得慢。年菜回锅肉，回锅肉，回锅肉，回锅肉。土豆烧排骨，土豆烧排骨，土豆烧排骨。跟着我想来个西红柿炒蛋，我想吃个苕皮，行不行？一个苕皮，一个炒蛋，太棒了！我现在戏瘾可重了，是吧？嗯操嘞！现在戏这么大了吗？送礼物的，送礼物，来过一个人。你让花摇曳在红尘中，紫菜蛋黄，你让花随风轻轻摆动。团长明天干啥啊？明天要看明天的团长。明天的团长，明天就不是他，就不是团长了。这么随意？对啊，我们要通过一个游戏来决定谁是团长。我们来玩个什么游戏呢？来，我们在另外一个节目学到的游戏，双压游戏。我先起个头，轮流来，单压必须双压。他们，你要求，谁还不是歌手啦？对啊，谁还没上过 P 歌了？来吧，压开始。我来，我起个头啊。上了高原，有点高原反应。看电影，我一般只看点映。安和应。哦。出来旅游，我都忘了戴眼镜。哇、哦！团长，团长，你就是团长。呜呜。哇，来，不行，这战斗欲上来了。眼镜哈、啊，你想这么久都对不出来，你脑子是不是有点病？哦，我开始 diss 了，黄老师，有点病，挺好的哈。本来高反就严重，一动脑子更严重了。换一个，换一个，换一个。刚那一趴不算，重新这删掉，删掉，我们再来一个。那你起一个。你起一个双压的。今天我来到了川西，那你得压呀、啊，你得自己压一个。今天我来到了川西，是你的吗？知道你来川西了？什么？知道了，哥们儿，知道了。两个小时过去了，今天我来到了川西。川西。然后第二天早上起，今天我来到了川西。换一换一换，这不你自己的？这句第一次送给那些跳脚的酸鸡哦。对，感觉你融入不进我们这个班级哦。啊，好难啊！是不是？好难啊！是啊，我都没张嘴。哎，你有什么技巧想的酸鸡这种词？动脑子呀！动脑子，骂人是吧？来，你再换一个，换一个，再换。我们这里最强的是火树，我觉得这句更难压。要不再换一个？先想想，别放弃哦，不放弃。Number one， 咱不能放弃。Number one，AK 换一个 ，AK 换一个。哎。换一个，哎，你们起来，要不我来，你起想一个。出来旅行，我们背上了南波小兔，给我们的生活加上了一个脚柱。
脚柱，脚柱，这已经是很说唱的硬脚了。那你就接着火速的那个，你这个是一个很偏门的角度。完了，九州都赢过你了。想一下，那么小兔，哎，那么小兔，现在没人能把你保护。哇、哦！都没人把你保护，那你想要长大还得自己迈出脚步。哇！脚步，你们这些说唱感觉要把我炒吐。炒吐这个不是一个常见的表述。哦，还好啊。少儿频道最喜欢的主持人叫做小鹿。小鹿，小鹿，小鹿，小鹿。我觉得他是一个苗子，你真的很容易沉浸进去，信念感很强。别人说完了无法从中抽离。行，不是我刚才 diss 你的时候，现在你开始 diss 我了，让我想一想，小鹿。你说这个 dis back 是一个清奇的角度，这么说吗？说了吗？说了吗？你这个是一个很偏门的角度，刚才用过，用过，出现了，属于跳第三的黄翻转出现了，黄翻转真实赛道，想了半天，小鹿。没事儿，你要是真不知道运脚，你问问小杜。哦，可以，小杜啊，小杜，小杜哦，小鹿，小鹿，小鹿。但火树，你说实话，我在那个 P 哥那几个编的是不是还行？早安，你的脸庞让我觉得，让我的镜头觉得并不简单。在 P 哥的舞台，你的实力是否会让对手给你请安？还挺炸的，看来你把这个敏感留给了更大的舞台啊。哎，怎么能这么说？没有。饭呢？饭呢？冰片牛肉。哦，这直接吃的？对啊，就是生的，然后蘸这个芥末啊，生吃，好吃的很，就那种吃生的感觉。啊，你们都别吃，都别吃，留给我们吃。啊，你们之前吃过了是吧？吃过了。哦，吃过了。可以吃一个吗？火老师不动筷，谁敢动筷？我敢，来。大家都是平等的，火老师也很年轻的。对。大家都是同龄人。火树，动筷，快点。那挪一坨，女士先请。这肯定好吃。哪个好？好好吃。这样的。这个叫蒜苗回锅肉。在不在？正宗。那我觉得这个更好吃，尝尝这个。川西的菜挺好吃的，老板再要两个可乐，谢谢。要加冰，谢谢。加冰，可乐要加冰。带给我们今天的嘉宾，很弱哎。你别，咱们俩 diss back， 你别那个啥。来，你 diss 我一个。哎呦，哎呦，可乐要加冰。恭喜九州今天杀青。啊。哎呀，我把九州韵脚去了。Battle 来来，首先可乐要嘉宾，我直接把你一脚踹到嘉兴。你凭什么点评我呀？我没点评。不是我这个情绪 disback。嘉兴，拉丁，拉丁，拉丁，嘉兴，我让你给我跳一段拉。自作健康菜单，哎哎哎，跳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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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哦哦哦哦。
觉得快了，再来第四遍，第四遍。冰冰冰冰星星。吉星来，祝团圆。跳进地理书的旅行第三季马上回来，盈门喜气到，跳进地理书的旅行第三季马上出发。冰冰冰冰星星。哎呦喂！这么久都想不出来，觉不觉得有点扎心？哦，这个帅，火速还可以的，博弈赛道非你莫属，啥博弈都要赢。来吧来吧，好，结束结束结束，别难受了，别难受。探，来吧来吧，举个杯大家。很开心大家又一起聚到了一起，很开心，希望我们的聚会永远不杀青。好，我们吃完饭就没事了是吧？得选明天团长啊，已经是火速了，当之无愧好吧，押韵的 king。 哎，买单老板。有我们有经费吗？有啊，但不多了好像。多少钱？一共是630。630，650。630兆650。哎，一般不都是这样说的某个零吗？反向还价呀、啊。600吧，行吗？是630对不对？对，650，拿走。真的？1000给我了。干哈呀？人家服务你不要钱啊？200、300。这是550啊，300、400、500、600、650，好嘞，干啥呀？哎呀，给人家吧，630、630吧，怎么这么抠啊？你们一个个的拿过来，650吧，行吧，拿走。那再来四瓶可乐，840，来多少？840，这顿饭就花了630。会不会我们后两天没饭吃啊？不会。答题，通过答题来养南部小兔长大。我最喜欢答题了。那我们都先问一下九州吧。别吵我。请听题：松茸一般生长在缺少植被竞争的环境中。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区雅江县以盛产优质松茸闻名世界，被授予中国松茸之乡的称号。下列关于雅江县松茸生长区土壤的相关表述正确的是 A 重金属含量高， B 有机物含量高， C 磷溶作用较强， D 土壤湿度较小。磷溶是什么？氨磷溶吗？对对对，赶出去。我觉得肯定土壤湿度重金属肯定不多， B 吧，有机物比较多吧。有机物不都一样多吧。九州，我听说你喜欢答题。对，答一个吧。磷溶，我觉得很对，我觉得应该也选 C， 因为你这时候就选一个你不知道的，可能就是对的。那就按九州的选 C 了，好吧？反正如果我们要答错的话，就没有这个就是基金了。是 C。那百度一下呗。不能百度，不能百度。哦。第二题，318，完了，这道题没问，没问。关于318国道的叙述，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A， 穿越我国三种主要气候区。B 跨越我国地势三级阶梯， C 通过我国三大自然地理分布， D 理塘是此县重要的分路点，往南边可抵兴隆和甘孜，往北则抵稻城、襄城和德荣等地。那就是 A 嘛，跨越三级阶梯嘛。真的吗？ A 不对，它横向的，它不涉及什么气候吧？它都到上海了，上海很低。真的不是 D 吗？我感觉对，不是，主要是他给了图了。他给了图了。行，听石凯的。保选 B 的。保选 B。判断题：剪子湾山和什么卡扎拉山的，剪子湾山和卡扎拉山的垭口串连着串连着垭口串。我不想让他听了，他觉得二串。秋者高原与高山峡谷之间的过渡地带，这两个垭口同样具备分界线的作用，对还是错？对，对，哇，你真懂哎！
天怒十八弯位于剪子弯山山之上，这个题肯定得罗泽丽来答。为啥？哲理的山路十八弯嘛。太冷了。天怒十八弯位于剪子弯山之上，而剪子弯山的藏语名字叫惹马拉扎，意为羊子山口。山口海拔4659米。虽然没有超过5000米，但也是318国道经过康巴地区的最高山口。没超过5000，没超过吗？应该没有超过5000吧。那就没有超过5000。九州。不是这种题，咱肯定不会。为什么要纠结？对对对，来路上就是没有超过5000，没超过5000，4000多一点。我们一路开过来的。OK， 过。照片，照片。雅江的那个县城的自拍，山路十八弯那个也是照片，然后三句半和大合照。哎，今天我们不用三句半了，我们用那个双压吧，双压，那就压四句呗。好，就压四句。来，起什么头？今日穿越318，第一句。真的是318吗？好难啊！今日穿越318就很像三句半，要五压吗？我们？你自己来五压吗？三压，起码三压吧，好不好？没有三压，不会。那单压吧，压歪就行、是，要求越来越低。快快快！阿普来响应。今天和我的 homie 开过了天路十八弯。好，十八弯。还干了些什么？我们老板的家乡是雅安，就三压了。快快快！到了礼堂哦，我们旅行团人数又加3。哎，这个还可以。还有两句。现在挺水的，咱这个内容咱没有任何拔高，没有任何提升高度。我希望最后两句大家，我前两句还是比较满意的。我们在一块儿是旅行，不是加班。哎，好好好好好。我有感动到、哦、哎呀妈呀，哎呀妈呀，真的，我觉得这个没你不行，九州。哎呀妈呀，最后一句 ending， 最后要加一个对明天的展望。嗯，明天的展望，先压上吧，压上很好压。怎么睡一觉，明天去礼堂撒欢？哦，可以可以。来，我们读一下这个歌。今天和我的 homie 开过了山路十八弯，到了礼堂，旅行团人数又加3。我们在一起是旅行，不是加班。睡个好觉，咱们明天一起去撒欢。好 ，time， 后面写个 time， 可以可以，结束。咱来拍一个大合照吧。来，拍照了。来，我们这个节目是夜哦，九州。嗯，挺糊的。还是挺好看的，咱六个挺糊的。哎，怎么能这么说呢？照片糊不代表人糊啊！不准你这么说自己。我这个发型好黑呀、啊！没事没事 ，P 嘛，到时候再 P 嘛。帽子的原因，再给你们拍一张吧。来来来来来，第二张，最后一张。来来来，你不要搞这些。怎么了，九州？你搞得好。哇，九州的九州有点太过分了。哎呦。一二三，来，我们来讲一下我们游学报告的解析啊，还有解析啊，我们基本都对了，真的？我们能不对吗？我们是谁？我们 number one， number one。第一题松茸这题选 C， 是磷溶作用较强，这个 B 是错的，然后 C 是因为这儿降水充沛，磷溶作用比较强，所以 C 是正确的。第二题我们选 B， 也对了，这么厉害。那就讲一下 B 吧。西藏自治区位于我国地势的第一阶梯，四川省和重庆市位于地势的第二阶梯，湖北省、安徽省还有江苏省、上海位于第三阶梯，所以跨越了三个阶梯。嗯，然后判断题我们全部答对了。好，然后你们那个君子全连对了。然后我们的实践题照片还有这个三句半经过了文学家协会的一致同意，觉得真的很不错。耶，恭喜我们。哇，太棒了。可以可以可以。哇哦。
各位新来的小朋友领一下，这个要去的礼堂的这个地方，大家看一下自己想去哪儿。你们已经去过哪儿了？来，礼堂刚来都没去，想去哪儿去哪儿。这边有个古街呀，仁康古街。他们说川西的古街还是挺好逛的。他们是谁？他们。网上说川西的古街还蛮好逛。哪个网？哪个网？互联网，因特网。哎，他这边还有一个手工牛皮制作工业，大家感兴趣吗？牛哦，可以啊。藏衣馆其实可以看一看。藏香是什么呀？我知道藏香，因为藏香就是你可以调自己喜欢的味道。有没有什么咖啡厅啊、奶茶店啊？这个鹿岭喀凉民宿，哎，不就这儿吗？这个挺好。哎，手工皂也挺想去。还有些啥？养蜂、毛崖草原。哎，别，听着就累。不是观景，那个地方就观景。啊，我都想去，我可以都去吧？都想去就都去，可以吗？好，那我们明天就这样。咱既然都到了藏区，我觉得了解一个地方最重要的，了解他们的文化。对，所以这个很重要，我们得先了解他的文字，这个大家都得去学啊。去完之后呢，大家可以分别去藏香、手工皂。对，手工皂，你要去手工皂，对吧？好，藏衣可以啊，你们随机安排。然后其实天龙鱼局最后大家一起去换个衣服，藏服变装。好，好，那我们差不多就这样吧，好吧？好，没问题。快给丹丹讲冷笑话，我们今天就结束喽。这是个外星生物，以冷笑话为食。嗯，什么冷笑话呢？把那十八弯再讲一遍啊！讲个冷笑话，快！听说我们明天的开车要三路十八弯，该由谁来开呢？当然是由罗雨桐来开。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罗雨桐叫罗哲里，而哲里的山路十八弯。好，哈哈，好冷啊！哈哈，谢谢你哦。他说不通过，再讲一个。我就快再给他讲一个。不会，他叫斯达，两个斯达的。这个很难，是吗？唐人杰跟我们说一定要带我们看星星，因为他叫曹斯达。哦，好笑，好笑，好笑。看星星。好笑。可以。你为什么英文名不叫 Star 呢？因为蚊子的那首歌就叫做 Starry Starry Night。Starry Starry Night。Paint your palette blue and gray. Look out on a summer's day with eyes that know. Vincent 还有一幅画叫《星空》。对呀、啊，这就连起来的。Sketch the trees in the daffodils. 休息休息。Catch the breeze in the winter. 我选房间去了。哎，我们怎么分房间啊？一共四间房。你要做一个奇迹暖暖的游戏啊？是什么？这儿有一个房间，这儿选房游戏是什么？就是你要选一个男朋友，都给他穿上这个衣服，这个房间才归你。这个房间还不错哈。你拿那个呀？因为这也有个房间，这个徐凯这屋还不错。他房间没，这床上没有衣服。那我其实可以单人间，我是 OK 的。上边还有一个房间，上边有两个房间，然后，黄老师，这你房间是吧？是我房间，对，你要跟我住一起吗？走。南波小兔，哎呦妈，你看我的，可爱不？可爱，小黄帽。没有娃娃了。不用凑了呀，你想一下，我们都选了，那剩下一个不就你的了吗？可以，那就剩下的就是我的了。没毛病啊。没毛病。那走吧，睡觉吧，睡觉睡觉。好冷。开健身房，开健身会不会更上不来气儿？对。那算了。是。你睡哪个床啊，周周？我睡里面吧，好吧？可以啊，那我就把行李摆外面。啊。Began to true, your truth began to true. Neanderthal developed two way build a wall, we build a very mighty man. Science and history, my rebel in the mystery. Or start with the end. Says the dollar may not really die.
大家好，我是蒲艺昕，一直都在赶路嘛，做的事情也没有很多，不过我们还是打卡了中国最小的县城雅江啊。雅江，就是这，就是这，看，打卡，来，来来来，举高点，你举高点，举高点，咱们斜上方45度嘛。吃到了非常丰盛的松茸宴，下不得地，兄弟，知道什么意思吧？不知道。下不得地，这不得了。那一路上我们还看了很多电影，小艺小艺，播放电影。其实准确的说，是因为我们没有 VIP， 所以只能看头6分钟。会员都没有，也是6分钟。看我们看6分钟，能不能猜出后面的剧情？看6分钟。就是我们看了很多电影的头6分钟，还是比较充实的。在这一天的之前呢。我们还有黄子，还有文涛，还有小何，然后这一天之后呢，我们还有罗雨桐、九州，还有谁来着？哦，火树，就是咱们这个综艺啊，人来人往的，我们会有一些老朋友会短暂的离开，然后我们也会在旅途上不断的见到一些新的朋友，当然也会见到很久没见的老朋友，是吧？之前看过一部电影，里面聊了一个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关于人和时间的关系。那个电影里面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是静止的，而时间是流动的，把我们从过去带到未来。这个还挺有意思，因为有时候真的会觉得自己就是静止的，而身边的人、身边的事会不断的从你身边溜走，不过这有什么关系？就像正在录 vlog 的现在，大雨也快停了，下雨也不影响，明天可能是个好天气，是吧？好了，就录到这儿吧，拜拜。小兔的故事之收藏夹。这是今天早上挤的牦牛奶，今天教大家做个樟树酸奶。我们先把这个牛奶烧开，等它冷了之后就加点这种做好的酸奶，现在把它包起来，平安这一个晚上应该照样就可以吃了。吉星来，祝团圆，跳进地理书的旅行第三季马上回来，迎门喜气到，跳进地理书的旅行第三季马上出发。朋友们，我们现在出发啦，出发啦。现在临摹自己的名字，怎么读啊？这个老师，哈达达沙格什，啊，加阿先去揪，加阿先去揪，哈纳努，我也来尝试尝试，非常的好 ，OK， 哇，特别棒，好解压呀，这活也只能我们俩了。寄给2027年的跳地旅行团，旅行团的朋友们，上春晚了吗？我不敢写，你写。我实在顶不住了。钱给恩琪了，我溜了溜了，我在家等你们。给石凯留个位置。